一起 fight， 一起看，来到了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。马上呢，在今天12月20号星期五晚上的8:20左右了，要继续为大家送上来今天晚上 SBL 超级篮球联赛台啤的先发五人：黄聪翰、蒋玉安、周柏勋，还有两位洋将啊，赛瑟夫还有巴克利。那玉龙的纳智捷呢，则是周柏成、简浩、吕正如，还有新同学基恩啊 ，Marcus King， 以及呢这个。球评都叫他大胖的赛勒嘛，哈，新跟对位都会取得相当的优势啊。他也是今年开季之后一开始就被点名到有非常好发挥的洋将啊，能力，他的个人能力能够给球队带来多大的帮助哦。哎呦，又是男模，都给你一个人投就可以投死人，这有一个人挡就杀人，佛挡杀佛的概念啊。哎，但是这一下呢，用跳投的方式，在210公分的赛勒面前，还可以挺腰啊，找到出手的空间。哇，但是简浩啊，这个从下，结果还遇到封盖，但是他又拿到了这颗球，赶快再给出来，外线有一个空档，三分球出手，顺利的投进。哇，结果呢，男模呢又把球呢给抢了回来，换成这样又变蒋玉安要赔一个失误。结果 King 呢这一下，两分拿到了。King 的头，哇！你看他要两个洋将在扛啊，赛勒跟赛勒夫两个人，赛勒夫这个一直未往前突，地板球给了男模，再分给 King， 跳起来没有机会，外线是有简浩，这一次有了三分球，找男模，摆脱掉了防守，再投就是三分。这是他的强项啊！我说他球迷增加。巴克利不给不投，塞瑟夫这个中距离有了，大概罚球线的。在佣兵市场上，他就是有他的身价跟能力哦。哦，双方一开始手感都算不错，大跨步挑战强人进的 ，Nice play，、哦、MVP， 哇，最矮的吃最大的，啊，这就是好看的地方啊！比赛就是这么精彩啊！等于是 ABL 的 LeBron James 就对了，你用这个方法来形容他，来想象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不会，刚刚好而已。还是要找常人给出来，简浩的一个空档外线有了，哇，这是光用头的这个是简浩还是吕正荣？那现在吕正荣是不在场上啊？哎，结果这边也怀疑颜色啊，很好奇，你看，哎，结果呢，这一个地板球没有成功。蒋玉安给出去，巴克利拿到了两分，巴克利拿到篮板。这个巴克利跟查尔斯巴克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他这一个上篮拿到两分，给到底线林一辉，最后呢横移之后再出手两分，变成两分球有。最后是交给塞瑟夫啊，这个是个三分球吗？哦。换 Marcus King 也挥进了一个三分球，哇！走进去硬给，结果被黄镇半路拦截，前面要打快，巴克利跨步，结果打板还是进 ，Nice play！ 他又是对抗性又好，真的就像一台小型的坦克车啊！哇！还有外线出手，真的是够水准的。黄镇要自己来吗？给出来黄聪翰。三分球有了，哇！林一辉守到底还是拦不住。精彩赛事啊，台啤跟玉龙呢在第一节啊火力全开，那这个一节一回来啊，马上，哎，地板球找到空档了，哦，这球传得好啊，保奥吉轻松的拿到两分，跳起来给到了黄镇外线来了一颗，所以。吕基尔找男模拔起来投，手感真的这么烫，哇，要地板球给到了周柏勋，再给出来塞瑟夫，要自己投吗？真的就自己投了，自己投就进。你看他是全能位置，不管每个位置他的投有一点勉强了。塞勒拿到篮板球往前传，吕正如是一个空档了，两次的一个传球，吕基尔传给吕正如，真的是用大脚找到了一个空档啊，自球员的体能跟体力啊，哦，结果呢这个是越靠近篮筐的方式磨到巴克利，还是最后要自己打，又被他打进来了，
我刚刚就提到他在对位方面碰到后山哥那个跨步，你是贴着他都很难防啊，被点到，但是呢捡到了这个球，做一个防守反手的一个插板了、啊，跳起来你就已经没有选择了，被识破了。King 的一个拉杆。球进算还可以要到犯规，真的这种173背后运球自己带过来，再一个背后 pass， 哇耍起来了，但是队友没有成功，陈兆豪拿球，球还是拿回来，巴克里自己来，没有成功 ，King 摆脱了防守，又一次 N1， 真。这一次的外线，哇，还是被搏到了。周博，黄振，哦，结果是塞瑟夫啊，在弧顶的位置来了一个三分球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塞稳定性相当好。塞勒要硬骑，哇，这真的就是用硬吃的方式了、啊。好玩，还有再一波进攻，不过时间是还在走、哦，因为刚刚完全没有碰到框，还拿到这两分。吕振如被盖火锅，哇哈！结果球都是有点阴差阳错了。刚刚，哦呦，结果这个后仰投啊，三底的嘛，而且来到了台皮，我想有了国手的自己，这是一个空中接力阿雷又，哇，压底线给出来，简浩是一个空档了，有没有把握住？有三分球。底线，林英辉没有进，哦呦，拨进去了，这个球是塞瑟夫拨进去，给出来，再一次换人，哇，这几波进攻都是 King 来发动，然后找到巴克利尝试很远距离的三分球，轻松写意，最后摆动之后，哦，拔起来投。三分球吃掉了是常人呢，对着他手的，换黄振在底线收到了队友的传球，哇，今天的把握性都蛮不错的，真的。塞瑟夫在外线投三分球有，真的你怎么守四个五个都能进攻哦，哇，有反应颜色啊，在林一辉这边来支援，第一下封盖是成功的了。还有五秒，哦，又是一个空档给塞瑟夫，他两次都没有错过，他都进了，跟不上，他完全不敢太靠近去做防守啊。好，不过塞勒呢，捍卫板球再出来，还是要找 King， 拔起来投，就有，哦，都是空心，顺啊，做一个转身还是给出来，最后是自己拔起来投，哎呦，自己投也有喽。你知道黄聪汉比较弱的一点就是他的持球能力跟创造机会的能力，所以如果外线没有空档的情况下，他的进攻的威胁性就受到影响。打到篮下差一点点，玉龙马上把节奏给打快，卢冠良很靠近篮筐，哦，第四节卢冠良的发挥啊，他这一口就知道吕振如的手感太好了。卢冠良仓促的出手，这次没有进，不过塞勒拿到了篮板。结果呢，给到了队友，换卢冠轩再来一次，这是一股气哦，看这股气能不能顶住。哎呦，结果火锅还把球权拿回来，哦，哇，黄振的这一个绝妙好球啊，火锅封盖加救球，哦，塞瑟夫，塞瑟夫有很好被贴身的一个防守啊，找不到喘息的空间。蒋玉安收球之后自己上篮，球进算，简浩还赔上犯规啊！蒋玉安这个球多聪明，捞球之后先往前抛，抛了之后再去追球，他的加速度让简浩即使有190，但你看到球权还是在台皮的手上，给到篮下两分又有，哇！蒋玉安这段时间帮那玉龙呢是非常的拼啊，不断的想要去干扰跟破坏。最后被台皮传到了一个空档，还是被投进去了。哦呦，这个抛球啊，吕继儿给他抛进了。黄汉不急，只要把球权留在手上就好了。朱义中底线的一个外线出手有了。